洗牙店呐、啊，肚子饿了吧？吃饭吧。嗯。你们只能讲嗯嘛？哎，很难沟通哎。今天要去吧？真假？你去哪里呀、啊？拍摄的吗？我现在生活中。没关系。在生活中也可以拍一个计划。哦，真的。2000元 ，Uber Eats 计划。鲜活，我去睡觉好了。嗯，鲜活中也可以拍啊，鲜活中也可以拍。大家也想看2000元计划吧？那是我们三个人互相蹲住鲜活中，所以在家里也可以拍的2000元计划。哦，原来如此 ，Uber Eats 来了，开始点赞。好，那我要说明这次的规定。这次由这个扑克牌决定加钱的部分，然后由转盘决定使用的内容。这个扑克牌里面有1到4，100到400，所以最快的话400，很简单的2000元计划呢。对，那进场先。好，哎，嘿，法国料理。好，加钱。400。哦，一，嘿。200。啊，3元吧。好 ，start。start。我法国料理。默契太好了吧。酱哟。400。珍珠奶茶。我呀。多少了？2杯就好。开始点餐吧。哦，我的话大概20，我也大概20分。哦，那不好意思，这好，我大概一个。我也，谢谢啊，对对对，来啦！哦，这个是夏目尼，还有我点的东西是这个松露炒饭，炒饭是法国料理，开动吧。这个是我喜欢的炒饭，虽然比较炒的有点干的，啪啦啪啦那种的。但是这个因为礼品量超多，工作中，但是我一个人可以吃饭。哦，到了。你等等我。不要。一起吃午餐吧。我的真来到了，它只有55块，这家里面就会超过，或是变比较少。一个留下来，然后待下再点就好。哦，也可以吗？嗯，也可以。那我先喝这个。嗯，一方的黑糖粉圆鲜奶，好喝。努力工作之后的坚决，就超级好喝吧？肚子吗？肚子。那接下来一定要求料理的部分。我的再一杯刚好到了。耶！去哪？午餐时间来了，这是我的最豪华吧，牛排，还有配点沙拉，真的是法国料理，这香味就是法国料理的特色吧，香，哇，哇，干什么呀？牛排，这个肉很嫩嘛，然后配着鸡丝的味道超好耶！喂，我的交换，搞不好吃。我的肩膀400是很高级的肉，很值得400块。一杯喝完了，然后这个是珍珠糖的黑糖珍珠，甜度全部都是正常糖。哦，这个我超喜欢，今天就带着今天来的。一杯的话喜欢吧，真的很鲜美。我喝两杯，我喝两杯。啊，不要吵架。何方人？幸福了。啊，我的肩膀，最后一个。嗯，当然吃完了。哟，哎，因为我的套餐好像很丰富，所以比较重的时间。啊，下一位何？哦，那中，我开始吗？嗯，嗨。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也可以啊。健康料理，哎，300块，哦，还好。嗨，韩国料理啊，
能吃饭。韩国料理哦，会400块，1600，很快耶，很快很快，太快了，那要点餐吗？好，等一下子，我的健康来了耶，你的健康来了，对，原来这样哦，这个是米饭嘛，看起来米饭一样，它不一样，何これ一個一個很小的蔬菜好幼稚，喂哇太多了吧，这个是酱，这个最大的是刚刚看那个三元吃牛排啊，所以看到这个韩国牛排套餐，这个豪华的套餐呢，对，好吃，来大哥，哦，欢迎泡菜煎饼，很像比赛，对，开细胞了，现在刚好够了一个礼拜吧，那你们这个一个礼拜如何？这个生活中最不喜欢的事情，不喜欢哦，最期待的人有什么之类的。我的话，我们工作中吗？对，又跟一起聊天。哎哎，你看这个真的很好笑。我当然是会看，不用特地来看。然后我们回答的话，又跟一起。那个有点麻烦。那三元，你有吗？应该大家也看得出来。先把这货说起来。不会说。不会。搬砖的时候也在这。会被骂。大部分是从 Luke 来的吧？哦，对。都是你的错。Luke， 那你有吗？三元他还没喝完水就要去买新的水，冰箱里面就满满的水，一直都有多喝水，喝一瓶。喝到一半的话，再去开心的。我刚讲完的，我喝不喝完这个事情，这个我从高中生的时候被妈妈骂的，坏习惯。你看，我啦，子弹机，你也喝吧。Oh my god， 是有喝。小豆，哎，这里有小豆。吃完了，好快，好快，吃完了，还没吧？已经够了。希望大家只能喝饮料。最后是这个甜点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工作做完了，别，还没开始工作啊！嗨，有道理。那最后一回合太顺利吧？我们还没做到那个 Joker。其实这里面有一个 Joker， 如果抽他的话，要哭掉1000块。你什么心在说啊？我原本想有你们抽的时候才抽出来，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抽的感觉。我刚刚揭晓数字的部分，现在的话2/6。这个也是二分吗？这个是游戏规则。啊，越来越那我喂，现在我们花了1600，加油，中奖。好。1，有啊，好，那我们两个啊也很好，3、2、1，哇啦，哪里啊，天哪哟，哇，1900扣掉1000，算900，耶。抽一个，喂，哇！所以现在的话1300，那多了200。二一下，披萨啊，披萨很多哎。对呀，我法国料理。哇，一个可耶！那咱一休息。啊，是。好想来呀！哦。恭喜你！哎，啊，饱了饱了！谢谢，恭喜，那我的第三回合嘛，夏威夷披萨，虽然这个比较少，但是还是很辛苦。
上面满满的红米，比较有甜甜的感觉，结果其实也蛮到位的。太贵太贵。哦，到了吗？到了。一定很好吃啊，披萨还有凤梨酥哎，培根也有啊，好棒哦！这个北海道干杯，超级好吃。怎么了？好了，我的100块台湾料理是这个，突然间突然安静了，最后一口。嗯700块，现在回到原本的状态，所以几率的话就分之一，相信我，我自己运气很好。恭喜的一组，3、2、1，400，很好，果然是我们的领导。妈妈嘞，甜点，那哦最好的是哦，差，才300啊，一定要超过。OK， 好。3、2、1，什么？哎，哪里啊？天哪哟，你们两个，我先走。甜点，满意啦！我也要唱那几支甜点吧。马来西亚料理，喜欢。哎，下一回合怎么办？有这么快的酷东西？拜。啊，来吧。谢谢。哦，为什么你没有工作？马来西亚的罗格茶，罗的分量超多耶。如何？嗯，好美啊。我的夜来了，甜甜。雪花冰，这个才100块而已，比冰淇淋上面的那个冰淇淋那样之类还要便宜。然后这次我点的是草莓果酱奶酪冰。哎，我吃完了，甜点来啦，看起来很好吃啊！一定吃这个会变肥。那我吃不？哇，好甜哦！这个面包已经很甜了，然后外皮很脆脆。为什么我的分量比较多？因为高级的东西分量没有那么多。高级的人的话，配些红茶出一点。这边可以看。高级的人的话，配最后一个。哇，加油！最后一口。啊。那最后的话，我们3个人做一张卡片，就考了几率五分之一。嗨，今天最有运气的。可是他没有到很贵，又没有。啊，微秒。可是我们现在期待的是微秒的感觉吧？微秒就是。猜应该是运气，应该要做。剪刀石头布，これはまずい。加油，队长。これすごい。なの？行くよ、行くよ。3、2、1。哇塞！那是 OK， 再给你几次哦。哎，哎，哇，微妙哎，微妙。OK， 那我也要学。哦，来了，哎，最后一张来了。终于可以结束了。最后一张是健康的东西，然后我点的健康的料理就是这个，哎，沙拉。对，上面最爱吃的沙拉。这是开胃菜，我想关胃。我们拍这个影片已经5个小时了。原本我们的想法是在家里面摆两间影集客的话，超级方便，快捷去，但是结果。需要更多时间。男生3个人轮吃沙拉，好看吗？好看啊，你们是偶像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好一口哎！大家一定不要了，这边不能讲，我要跟他要求最后一口。嗯，好，开始了。最好吃的系列哦，我是韩国料理，法国的松露炒饭，那个超级香的。原本的话，我们想买2件眼镜，但是我们总共只3000块。这样的话比较好看吧，对不对？
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按赞、按订阅、按铃铛，然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三个月附赠红酒全部。今天第一次吧，没有附赠的，这个一个礼拜第一次。现在偷偷尽兴吧。好，今天还没结束。好，那今天这边就先谢谢大家。笑顔に変える。だから君のやりたいこと。